事业那个就是他们估计最慢哈，最慢。但我想还是有很多的委员希望快一点，像我个人都是希望说啊、能够越快越好。所以我现在就说他们没有共识，那啊、我会找时间啊来请他们来一起的协商，希望说协商有共识。如果有共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非常快嘛，就宴会店里练，那就很快就请他们送预算过来。所以啊、他们估计可能要到四月初，大家都没有共识，那只好就按规定啊，就这样哈、哦，过冷冻期，然后用表决的方式。但是我想，这个是关系全民哈。哦啊、等于说要让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，我想应该各党团应该他们应该会尽量大家来谋求共识，啊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拖到那么远了。根据我了解是立法院的啊这个影片，啊，立法院的影片没有外流，那至于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影片，到底是立法院的啊这个等于原片。原始的这个影片，那这个当然有待查证。啊，我在这边啊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任何立法院的同仁，不管是主管或同仁，将影片外流，然后碰触法律的话，我一定严办。现在知道有几位立委调阅吗？我想如果要调阅，那个都是依照规定的。那如果说将影片外流，那这个就是本院啊、主管或者同仁的责任。那如果碰触法律，我一定严办。